大家好，我是公公，我今天会玩植物大战僵尸的 Frostbite Case 的第17、18和19关的。好了，现在就入去了。好了，阳光菇啦，肯定大喷菇。应该不知道什么植物啦，跟住肯定这个 hot potato， 这个都要，这个揀返啲好啲嘅植物先，这个啦，揀埋呢、这个好辣阳光菇，好啦，用咗佢先。要咁啊？应该要咁。好啦，睇呢个热地瓜，飞先，吹，好啦，跟住又系热地瓜。好啦，跟住做呢个，吹呢行，咪应该话射呢行喷呢行先啦。好啦，今次真系吹啊！哇，快多啲，系咪两只啊？咁多点解？好啦，哇，吹寒先，啊，跟住地瓜继续啦，好啦。再刮，好嘢，搞掂，搞掂，好啦，唔知攞咩呢？
又是钱，做乜冇装扮噶？算啦。好啦，好嘢有金卡。好啦，攞埋佢啦。中，咦咁搞笑嘅？呢度啊，卡住咗我识得。好啦。好了，嗯。
要喝保呢台啦。好啦，先至咁样啦。哇，推我嚿嘢？咦咩？系啦，用咗佢自身又推。戰殭屍嘅 Frostbite Caves 嘅第17、18、19關嘅嚟就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